香港艺人任达华原本在台上开心出席活动，没想到下一秒一起上台，这位身穿灰色背心男子冲上台，从裤子拿出利刀朝任达华肚子猛刺，还不断挥舞着刀子。只见任达华不停闪避，抽到舞台另一旁，这名男子仍冲上前。这时现场人员赶紧压制歹徒，场面混乱。任达华则是手按着肚子被送下台。一群人围绕在任达华身边，只见他神志清醒走下台。另一个画面看到似乎有点惊魂未定，伤口流着血，手压着肚子。影片流出，网友直呼太恐怖，是有什么深仇大恨？惊恐表示不敢置信。再看一次当时画面，任达华突然遇刺逃开后，凶手仍对他猛挥刀，惊恐画面全都录。所幸目前任达华神志清醒，稍早回应是腹部及手指中刀，现在正在医院中治疗，情况稳定，请大家放心，有后续消息会再通知外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